好多人路过我们家。我家这边门口路超多人，这次记录是2024年4月8号，大甲妈祖今天就会经过我们家这边，可是我还是要去上班，小朋友已经上学了，好多人都路过我们家这边，那想把台湾的宗教信仰和记录的影片分享给大家，然后希望就是大家都平安健康。游览车就在。加速呀！信徒太累了。吃早餐啦，7点啦，我开始吃我的早餐，差不多了。上班前我也要先拜一下，因为爷爷先拜拜。记录时间是4月25号，我刚下班到家。你看我们村庄那一边，都是今天大甲妈祖返程回来的，一路上。Every day, late at night, not okay.
希望我下班回家都先换衣服，然后今天我这件衣服竟然舍不得换，然后已经出了很多汗，其实也有点味道啊。这件衣服是妈妈昨天她大甲妈祖绕境路过我们家的时候，她背在背包里，然后就是然后钻脚底穿的衣服。